菲菲啊，今天什么节日呀？中秋节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啊终于要回家了。明天是什么节日啊？国庆节。今天表演了什么节目？我表演了曾经小狼狈呢，狼狈还没表演。我们没表演。尺码也没表演吗？这个发型不错呀、啊，头低一点，我看一下，头这样。这谁给你弄的？老师。哪个老师啊？啊，是老师，这个气球谁给你的？我自己拿的。我们现在要回哪里啊？参加歌。想不想回去啊？想。坐好。再坐好坐。小衣裳穿上快点，新衣裳新衣裳，下次小衣裳穿上过来脱洗脸。你衣裳放哪去？小刀肉下来。你衣裳片子啥的，你笑吧。哎呀，还是很不错的嘛。王子强怎么了？谢谢上。就走进舞台，现在表演节目起来，那你国王破碎了，到怎么穿的来的？我想看下你的帽子。买啥事了？我看着合理的，这算了。今晚啥饭啊？今晚好吃，咱有好吃的。我说，炒鸡呱呱。这里面都是面皮了。有呱呱的，过期的吃了我。爸爸。天水黄面皮。爸爸。什么回事啊？可能给你爷爷吃呗。王子强，天水市好还是田家庄好？田家庄。全国里的。这是啊。你快点给我爸妈副卡照。哦，他几退笑几炸吗？嗯。这个时候肯定越来越能这个再学。我牛皮啊！把这个鸡蛋你牛皮了，鸡蛋好吗？今天我们天水最最有名的黄面皮就走起来，看一下有没有食欲。这辣椒的香味，芝麻酱的香味，来吸溜一口啊，闻一闻它的香。美。简易晚饭，鸡蛋糊，面皮，小馒头。